哎，好久不见啊！最近气色不错嘛，但你头发怎么毛毛躁躁的？我最近啊被种草一款全新飘柔双层精油，吹头前摇一摇，喷一喷，就像头发的隔离霜，保护头发也不油腻。早上好，起床后记得摇一摇，喷一喷，小翘发、小炸毛通通搞定，不沾手哦。头发打结不存在，洗发前摇一摇，喷一喷，不拉扯，不纠结，一梳到底，百用不腻。喂，喂，哎，你别拿走啊，我一会儿还要用呢。我一会儿怎么出门啊？飘柔双层精油，润养如油，轻盈如水，全系三款，满足不同发质需求。